错了吧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今天不一样，我们今天要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一番赏，而且是第二代雷姆跟拉姆的猫咪版，超可爱的。我想要 A 赏，只想要 A 赏，其他没有了。我对那个里面一个骑士老爷爷，骑士老爷有印象，就是那个老婆死掉那个。我知道剑士剑圣。那 A 赏是我们的公仔 Lace One， 就是那个衣服变黑色，看起来更可爱、更性感。然后这次没有 B 赏 ，C 赏是海盗加预言 ，D 赏是软的吊饰 ，E 赏是极限器。哎，那希望今天可以中 A 奖。然后这一个比较特别的是，它没有 B 奖，所以如果你抽到 B 奖的话，要重抽。我只想要 A 奖，你觉得我有希望吗？你一定可以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抽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抽。大家撕开我才知道，因为我也没抽过。B 耶，哎 ，B 就要重抽，因为没有。好，那换我试试看。所以这样这个就不算钱。对对。B 耶哇。那 B 的话是塑胶软吊饰。塑胶软掉，我不要。有没有 A 呢？换你好了。哎，抖一抖，抖一抖。塑胶软掉是软掉，软掉。这个是 A。哦 ，A。极限器跟塑胶软掉是差不多等级的东西。这个是什么 ？B 耶，有成抽。来个 B 吧。还没到十个，都先横一下。2600换一个公仔应该也还好。A 奖是什么 ？A 奖是公仔，而且是很漂亮的公仔。噔噔噔噔噔，是什么？你拿错了吧？终于，而且你还拿错。1234567，第八，至少没有到十抽。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样子吧。1A215D， 总共2080。2080。那现在我们先来选一赏，因为一是比较能选的，其他都包起来。好可爱哟、喔，这是雷姆。都选雷姆吧，感觉大家只喜欢他。我们只有两个一啊。这部动画的那个名字感觉叫雷姆，比较从零来。从雷姆来的异世界哦，还有这个艾米莉亚，艾米莉亚也很棒。还是那个戴杜，长得很像青椒。青椒，哎，我觉得艾米莉亚超可爱，你看这只艾米莉亚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最后选昂君的两个后宫，雷姆跟我们的艾米莉亚，我觉得这两个真的很可爱，而且雷姆有两个选择哦。第一场我们拿五个，可是因为它是随机的，所以也不知道会出现哪五个图案这一些，所以现在也是在抽，看我们运气有没有很背，一直抽到重复的。但是我觉得第一场的吊饰其实蛮可爱的，而且没有带舵，带舵就只有一场的极限器材有。哇、哦，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，可恶，这让我的脑袋一直想不起来。我也抽到那个贝斯吗？还蛮可爱的金牛角，可爱，应该是贝斯。哎，它有雷姆的幼小版哎，就是小时候的雷姆，我超想要小时候的雷姆。有没有嘞？有没有嘞？小时候的雷姆，这是长大的雷姆。其实质感还不错，我觉得这个质感真的很好，有厚道。阿弟呢？嗯，这是拉姆，可爱。理想。哦，好漂亮！原来是两只，一只哦，两个，我觉得很漂亮。大家再拆开，好，我们还有两个。哦，我觉得我今天运气不差哎，雷姆的小时候有了。我错了，其实它地上有六个图，只是有一个是带舵，刚好被遮住了，所以我以为只有五个，那还不错，我们抽的也是蛮好的。那这些就是我们从零开始异世界生活的八抽所有奖品。你觉得这些所有商品除了 A 赏之外，哪个比较实用？ A 赏还要多少？对， A 赏是我的。这样子的话，就只有软吊饰跟极限器，因为我们也没有抽到那可以泡澡。当然是有捆绑 play 的极限器啦。捆绑 play， 哎，这真的还蛮可爱，你也可以捆绑带舵。好，那 A
裳的话，我自己其实更喜欢 Lace One 裳，可是我不够有钱，不够阔，不够。那买到 Lace One， 一开始买到 Lace One 还蛮无聊的，全包就不用，根本就不用拆啊，就默默把礼物搬走就好。所以通常别人都会就是去那种比较很多人去购买的店家，然后就看你刚好会不会也包到 Lace One 这样。但是 Lace One 的拉姆它是黑外套，我觉得比较幸运。那我们现在来拆开一下，其实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公仔。噔噔噔噔噔，而且其实我上网查，人家抽到这个 A 厂卖出去是3500，拆开的时候已经失去了3500的价值。第一次抽成功抽到 A 厂，我真的舍不得卖。像我就是善良又可爱的雷姆，哦，说像你的个性。佩佩猪的巧智，你才巧智的，我是佩佩猪。巧智，佩佩猪最白目了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把它全部拿出来。而且他这个衣服做得很细致哎，好，现在看雷姆，很漂亮。他的衣服这种毛毛的质感，它是有做出来的。然后他衣服这里还可以，风吹过来的感觉。可是这个背心就不能脱了，对，就比较粘在上面。哎，我觉得很细致哎，这整体。然后脸也没有崩坏，因为像转蛋常常抽出来都会是崩坏的，比如说像我面包超人，它就是干不好的，还可以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实体比较橘一点，它这里有点荧光粉粉，像灯泡一样。橘色面包超黄，而且你知道雷姆的胸部比拉姆还要大吗？我来看一下，这个乳量是正确的。然后这是拉姆，对，姐姐。然后它这里也有点做小小渐层，很漂亮哎。那我们两个极限期跟五个吊饰都会抽出去，我会抽在 FB 跟 YouTube。那大家只要留言告诉我说这个极限期或者是吊饰，你比较想要哪个角色？因为这样子刚好抽给你，你也会选到自己喜欢的碧翠丝的吊饰、长大的雷姆、拉姆、艾米莉亚极限期、雷姆极限期，以及你一定会用到的 email。那 YouTube 跟 FB 都会办抽奖，所以大家两边都可以参加哦。宣传这部片，喜欢请记得按下我喜欢。如果没有按喜欢的话，再剁；如果没有订阅的话，再剁；没有分享影片的话，喂。那祝福你们中奖哦！那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嘿嘿，按下喜欢了吗？接下来还有花絮哦。觉得除了 A 赏以外啦，你觉得哪个最实用？你最喜欢？